上一世，你也是因为薛柔的成绩更好，才更喜欢她的吧？哪怕她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酒吧里那个戴面具的男人，应该就是十年后能够轰动一时的大人物罗图吧？今天他会轻易地放过我，大概是因为姬少猜测那张中数自失灵。意思是要不留余力地保下我吧？哼，真是越来越有趣了。你去哪儿了？你现在算是薛家的一员，若是做什么丢薛家面子的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母亲，马上要月考了，我是担心给母亲丢脸，所以在学校补习到现在。算了，下次早点回来。小雪是年级第一，你若是有问题就直接问姐姐，免得传出去还以为我们家对你不好。母亲，我知道的，我只是怕姐姐没时间。什么叫没时间？小雪今天也是去温书了，你自己一个人能学出什么来？可是我今天在学校看到姐姐和一个男孩子走在一起，有说有笑的。胡说八道，我们小雪在外面从来都很注意名声，没和哪个男孩走得太近过，你肯定看错了。我看错了，对不起。哼，这个女人肯定已经开始怀疑雪雪了，这种豪门世家不就是把名声看得比命还重要吗？不管小柔说的是不是真的，若是这件事坐实了，和姬家的联姻肯定就泡汤了。不行，一定要让小雪趁早勾上姬少才行。父亲母亲，早上好。嗯，快来吃早餐吧。母亲、父亲、姐姐，早。小柔，快来吃饭吧。小柔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都是我不好，和姐姐没关系。这样的伤口怎么可能是自己不小心？小雪，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是不是昨晚去了酒吧的原因啊？酒吧？果然是没教养的东西，竟然去那种地方。你还嫌你给薛家丢的人不够多吗？我没。不明白真相就直接怀疑责怪自己的女儿，薛瑾，你真是够能耐的。小雪和她母亲一样是个强势的人，小柔这么可怜，就算我多疼惜她一些又有什么错？父亲母亲，我吃好了，就先去上学了。我也吃好了。那个小柔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竟然污蔑小雪小姐。孤儿院里出来的，还不知道学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手段呢。小姐，车已经备好了，您路上小心啊。我不能坐以待毙，酒吧那边看来不会给我助力了，我要依靠自己。有了，马上就要考试了，只要考试中涉及薛雪作弊，到时候他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。